这一个就会使哈，这变太多了。对，上课了呢。马上起来，有课怎么办？叫快点，快点。好，快做快一点的哈。嗯，也可以啊，你做手或量体积呢。哦，你做比我还勇敢。不错不错。那这样，这个你也不能慢慢复做，一定要每一关哦，对，都很重要。比方说啊，这个青菜要走，我到时候不会动。那就要这样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旁边这个，利用这个，好像跌哈多的哦，这个旁边，而且干嘛不搞，还可以来这边炖啊，一些食物。而且在那边上课时间呢，等一下哈、哦，不会动的哈、哦，不会动的，假如说你们要上课，就交代那个在这边的老师，没有课老师哈、哦，跟你修到会动。对啊，这样才有成就感啊！你上课，要先给你上两个钟头，啊，这手哈、啊，这换两个双手这样打扮一下，啊，这个里面哈、啊、也一样，换两个双手，这个头，这个头的，啊，你啊，这鸡哈，这鸡你都骨干过来吃，这个胃口。就来量这个盘，左右转，左右转一下 ，OK， 这样完成。好，哎，这样气密，要气密，放着。啊，等一下，马上就可以做，做试车一些试车的动作啊。啊，那个没有，啊，这个尽量把它压在下面一点哈。哎、啊欸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尽量把它压下面一点哈、啊。你说这个最好在下面吧？要在上面。应该上面，只要颠倒过来是在下面的。等一下做完，记得把那个满意度调查表要记得给我，谢谢。可以给你的。画好的先给我。冰什么的。在哪里啊？给我的呀。来来来，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好来，还对阿姐的，阿姐是为了小格调发的。OK， 好。好。好不错。你们有什么意见哈、哦？也可以跟我反映一下哈、哦，我哪里做不好要讲一下。哦，真的是酸的嘞。酸。酸死的、啊。酸又累。酸好的话哈，可以拿来这边 test 一下。会动就可以拿走，不会动放在这边。东西放在这边，人不用在这边啊，人可以交代同。别的老师一下。哎，我要不一下，来。你叫老神在在哈。盘子里面，好。
钱。哎，你还没吗？没有，我来。刚才拔起来再放进去。好，这样 OK， 只要这个，最主要给不要都不会动，不会动啊，最怕了，要气命都没有用，还是不会动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先去给他办一下，再补一下，好 ，OK。还有，就再拨一拨，这个同一种就是真的。对对对，那就把它放好，看一下，拨起来就好。好，它干以后就 OK 了，干以后就 OK 了。好了好了，可以来试试看了哈。立刻吗？立刻，哎，因为这种胶还 OK。哦，你做甚个紧？现在不过了。我来开奖。成功。马上点，你马上可以看了吗？成功，你看，可以，马上可以。你看它就会动啊！你再调一下，调那个，再调下面一些，它就会动得比较快。稍微把它调一下。那这个轮轴需不需要调整？看起来就是对对对，你对对，你就稍微就在最主要会动，你就 OK， 就安心了。其他都小 case。那它的原理是什么？哦，原理哈，它是排会排气，对不对？排气。先是我的，我都要上课。好，来。等一下，你没有课吧？等一下没有课。那你等一下我们再来研究好不好？好，你没有。OK。给我绕过，没绕过，好像这是OK 成功，耶！你看会继续再转呢，啊对啊对啊，它里面还有余温呢，就是那个，有越转越快，温差还有温差嘛，哦越转越快，哎对对，自己还可以再调了，就 OK 了啦，好，太好了，恭喜你，下面也烫哦，那拿下，拿下，去教室，哎，恭喜啦，啊你要固定哦，那个这个会轮固定，再回去再瞬间胶固定就好了。哎呦，这个好像。哎，没关系，这等一下，我再给你处理啊。这小 case 啊，等一下，你第四节有课吗？